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。哎，我今天没吃药，我要吃药。蓝牙语连接，等一下再吃吧。不用补好像。你什么变了？我是我自己人吗？管你什么看法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怎么下雨呢你？你到哪儿了？你快到了吗？哎，想打喷嚏打不出来，反正吃个药，我今天没吃药，下午忘了拿药。你到哪儿了？你快到了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你快到没？还要一会儿。你今天 call 的真的很撕心裂肺，然后吃个糖，感觉有点低血糖，不太舒服。真的，你声音真的巨大，凭你一己之力，撑起了。我听出来，我一听就知道是你。为啥想说让你带安可？放个歌。哦，原来是这种规矩。你太厉害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我当时就想扔个护嗓糖给你。Everybody knows my name, but something about it still feels strange.你是真的很厉害，谢谢小柠檬的一杯奶茶。嗯，咋？你是还没发工资吗？我可以帮你点饭。那你吃啥？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正常一点。什么面朝西北？你们是几号发工资？隔月发，下个月一号吗？下月一号吗？
个月30号，还是这个月30号？下个月30号，那你活不下去了呀？你怎么活呀？没法活的呀，我觉得。这才5月13号，你到6月30号，你觉得你能活下去吗？你活不下去的呀。太夸张了，真的。对，炫好给我，哎，那个旗子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幸好你跑了，饭都没钱吃了，还有钱打车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能真的得找找家里了。太惨了，太惨了！天哪，果然饭随偶像，你真的厉害！你想，你一个人带3家，还要带安可，你真的剧场最强吧？我听到了，你声音太明显了。这还不太晚，你们有想听歌的吗？可以给你们唱唱歌。听见了吓人，啥意思？等一下太晚就唱不了了。噔噔噔。声音是很大。明天我不播哦，明天我应该不播，我大班应该快要学习结束要走了，明天要叫我吃饭，我明天不播。那你睡吧，你快走吧，你别在这儿了，你快走吧，是吧？我妈买的，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要等等，要没人，我就之后都不播了。哦，刚到家，那你快洗洗睡吧。再找一个首歌。让我来看一看，放一个什么好呢？哎呀，我的胳膊腕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怎么了？这是，它被刮烂了。哒哒哒哒，他妈何时离开？我明天还要去上课，白天要去上课，下午回来要跟我大伯去吃饭，烦吗？忙碌。
好，好好上班，好好上班。目送我们发车，真不错。你快睡吧，你别那个啥了。谢谢小柠檬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小柠檬的一个元宝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你快睡，明天不是还要上班的吗？不是，我想让你赶紧休息，谁赶你了？那你要想待着，你可以一直待着，反正明天上班的又不是我，但是我要去上学，我要去上课，明天上声乐课。几天想念没出现，我偷偷流过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足以证明谁不是狗。什么玩意儿？也一样失眠，你留下来的想念还在房间。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，爱情是一种抗体还是谢谢。欢迎关注我的网易云啊，也欢迎关注我的抖音，有翻唱。想念在心里面，整理一遍又一遍。这歌是我这两天单曲循环那首歌，叫《想念你》人话。回头就意味着没有然后了。可以关注抖音啊，抖音看看智障哈。想念没出现，我偷偷滚泪。小大，我打算在我的总选阵线里边给你安排一趴，你知道吗？毕竟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用爱发电是你送给我的，所以我打算在我的阵线里给你安排一趴。谢谢，欢迎给我一键三连，欢迎评论区提出你的宝贵意见。我好像是我是24还是20几号拍？我应该是24号拍吧。原来想念也一样失眠，你留下来的想念还在房间，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，爱情是一种抗体还是平原复原，些时间你留下来的想念在心里面，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，爱情是你的抗体，我的病源复原，不仅是你别吧，你别花了，我这还有龙角散，我明天给你放门口，你自己去拿好吗？太少了，因为没钱啊，我录歌的所有钱全部都是我妈给的，你知道我录那首歌要多少钱吗？我录那首歌要好几千块钱，
如果是一两百一二百就能结束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当然，对吧，省几顿饭就。谢谢 Jasper Win 送的一个玫瑰花，我给你放小卖部门口。是啊，所以说而且这笔钱我自己是支付不起的，就是我录歌的所有钱全部都是我妈给我的。所以说你如果喜欢听的话，希望你多多支持我。如果你多多支持我的话，我的业绩好的话，我一个月录他十首也不是不可能哦。真的很好听这首歌，想再放一遍。这是音乐剧一首。对啊，其实普通的盆的话，也不是很贵了。你像我们这种质量的话，你最多就是个一二百块钱吧，你得看什么质量的吧。你留下来的想念在心里面，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，爱情是你的我的面赴约。这啥，这个太嗨了吧，放一个这个，哎别停啊，放一个嗨的。你们居然都不睡，你们明天不上班吗？你们明天上班吗？顺应所谓的潮流吧。上班再睡，笑死我了。对，我也喜欢这首。没想辩解太多，别歪了解说我。无解不能反驳，我拒绝只谈如果。我管你的感受。我也好喜欢这首歌。管你什么办法，别幻想我能到下午。早点睡，早点睡，争取12点之前睡着。选择背后，却又像没有出口。怎么不起呢？那你明天早上啥时候起床？这就是我的所有。欠饭。哎，那你居然起的还比我晚一点。我应该明天早上6点就得起。我管你的感受。管你的感受。哎，怎么样，今天花园杜草没肉了吧，勒死我了。哎，我带那个树腰，阿姨都说你太努力了，笑死。阿姨说你太努力了呀，这么热的天带这么厚的树腰。然后我说是啊，是啊。
我一下给你累回去。举起你的双手，举起你的双手。什么想法，我是我自己的表达，管你有什么看法，我的世界我浮夸，我管你说的不大，我不管谁是你狡猾，管你有什么说法，当我是傻或是笑话，管你有什么傻瓜，别幻想我沦落到下午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可能去忙实验吧，还是干啥？没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但你们要都不看，我就不播了呗。反正，反正本来就是播给那个啥的，本来就播给大家的。你们要不看，我就不播了呗，正好给我省事儿。哇哇哇哇 ！See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在播啥？好像好，看看有没有。老板可能都惊呆了，说：“哎，这个下班不积极的人，今天终于觉悟了。”放什么歌呢？不知道要放啥歌，每次放歌的时候就在这啊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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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不知道要放啥。一生的爱转动。哎，那个小黄狗每次我出去的时候，它也会跟着我。那小黄狗不认生，就是我发现它见谁它都跟，你发现了吗？这个手机里下的这些歌我都没有想放的欲望。放这首。哎，对，我咋就没想着给他喂。自来狗发家的象征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那说明我要有钱了呀，我要变富了。我经常用这首歌网易云，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网易云，就用这首歌开始坐在床上开始自闭。我那个样子应该非常的恐怖，我觉得。网易云嘛，就让自己安静一下呗。那你快睡，53了。别说了，少说话是好事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打内心觉得少说话是件好事。玩这种氛围啥应该也挺好，看你单位氛围不错。
天哪，你们这个班上的也太快乐了吧。小搭肩就是一个无情的点赞机器。这首歌的名字叫 Lonely， 它是那个 The 第十三个原因里边的主题曲，那个美剧非常的压抑。晚安，晚安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Hello, welcome, hello。 嗯，再放个什么歌？哎，大晚上的我们就不要放那种太让人激动的歌了，怎么样？要不然过的大家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们就放安静的歌，放安静的歌。我来看看啊。哦哟，你还记得我呢，我还以为你把我都忘掉了呢。嘿嘿，我们放安静的歌。天哪，你这大晚上我都不睡觉。天哪，大家咋都是夜猫子，我还以为这个点你们应该都睡了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没睡。别把这玩意捏爆。明天应该都上班吧。我笑死了，你明明就是明天去单位再睡，你突然开始土味了。你们敢相信吗？山楂树之恋居然都已经11年前的事情了。我那个时候觉得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就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，尤其昨天我在房间里说汶川的事情，居然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感觉好多事情就是在眼前。时间这个东西啊，真的不经过，太快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本来今天想整活的，就是我念那个须知的时候，本来想用陕西话的，结果说了一句，发现算了，自己居然拐不回去了。然后我说算了，放弃，我们当一个正常的人。这首也很好听。这还没放的就好听，哎呀，好家伙，果然。所以今天大家又是喝了二两才来的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想好我的证件，我怎么拍了，我把你们都安排上。给你们都安排上。唱可以啊，我那个啥，哦，给你们民族。那完了，那剧场的人大家全部都吓跑了，走了撤了，今天公演我不看了。我二十四号，本来给我安排了26号还是多少号？本来给我安排26号，但我那天好像要上学要上课，然后我就跟姐姐说，我说能不能帮我调整一下，然后
然后就那个啥了。这歌其实给了我好多好多感动，我想把它，哎，有机会唱给你们听。我girl，你不是滚去睡觉了吗？没有，那个谁，小柠檬已经夸过了。哎，今天真勒死我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为了让我的肚子没有肉，我勒了一个那么厚的束腰。啊，那没事了。嗯，真不错，我勒了一个那么厚的束腰，然后阿姨说太拼了，这么热的天你居然勒了一个这么厚的束腰。我说那不行，我要把我肚子上的肉给勒回去。哈哈，嘿，这个真的好感动。我觉得我的证件应该会挺好看的，大家应该会，当然我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给我拍出来。我甚至都写了一个，你是有什么大病吗？你赶紧睡行不行？再放一首。放一首安静的歌，放一首呢？哎，我已经不想提这根管子了。你待网易云吗？放个网易云怎么样？你们要不想网易云，我们就单纯放安静的歌。你们要觉得你要想要网易云，我们就。放一点那个什么的歌，快走，赶紧睡，我再少播一会儿，并没有，我是不想提后面那个玩意儿，哎，算了，不想说呀，这空调。难受，香菇，放一首网易云的歌。明天不知道下不下雨。小达，你是今天也喝了二两来了吧？你一下变成这个样子，让我感觉非常的，觉得非常的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大家这样真的让我很害怕。让我来查一查明天天气。谁要理我？妈，明天下雨。我明天还要上课。34度，我没有看错吧？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生活，为怕寂寞我们。你们咋样？你们最近都忙不忙呀？你们最近应该还挺忙的吧？最没空寂寞，我感觉好多人都忙起来了呢。真的假的？我才不相信。就有人爱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。
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年代，这年代的珍珠都是人造的吗？谢谢，我都快被勒死了。难怪，难怪我就说为什么最近不太爱我，原来是有了别的小可爱。好吧，你们都是这样的，我已经习惯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沉迷 ZT 中的哦，果然，果然，算了，我知道大家都是这样的。把路灯看破，大家对我的爱只是暂时的，你们只是短暂的爱了我那么一下下，算了。真的假的？ Really？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爱好难过，有爱算什么？我感觉，感觉我的五月过得不太好，不太顺。从一开始的运动会到周年，再到后面，感觉五月应不太开心。而且烦的，而且烦的事情很多，就很那个。哎，各种各样的烦，很烦。嗯，可能我不是，就是一些外部的影响，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落在了你头上。我其实不太相信这种说什么坏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，我真的不太相信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一旦开始坏了，那就会越来越坏。六一儿童节快乐，谢谢。我也希望六月份快点来，五月份不太好，从开端开头就不太好。再放一首，哎呦，我要找开始逐渐开始网易云。就反正有很多的事情吧。你前一段时间你都没来，所以你就不知道。放这个。这首歌陪伴了我2017年的整整一个夏天。嗯，当时是在艺考培训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有的时候就是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我反正就是如果这个歌陪我度过了一段，陪我度过了一段很那个，很难忘的一段事情的话，你就会永远忘不了它。就跟你知道去年歌手的时候，毛不易出来唱的第一首歌，那首歌也是我当时艺考培训的时候，然后一个人在外面受罪吃苦的时候，就晚上就听那个歌，然后以至于当时他在电视上一唱我就开始哭了，我妈表示非常的不能理解，就真的。其实哭的不是这首歌，哭的是你经历的那段难过。受的伤里梦寐的笑颜，老鼠爱大米也度过了我的童年了。
这个不是那个啥，悟空传不是紫被唱红了吗？但空一直不太红，我觉得空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那首歌。而且我就觉得词儿写的也特别好，一路从黑夜到黎明。浮浮沉沉，寻寻觅觅，想了又要开始想，难呀，那段日子真难。不过也过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没啥过不去的坎，反正他总能过去。也许他可能会在你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阴影，但是他还是会过去。你好笑哈。顺便说一句 by the way， 我好讨厌业绩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业绩，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我不哭，我才不哭。姐姐变得很仔细吧。而且那会儿公演结束静静问我为什么，因为他明天不是要 mini live 了吗，所以为啥要挑起我的悲伤情绪。他明天要 mini live 了，然后那个啥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是好像总选之后要什么那个唱歌比赛，但我不是跟他说我没参加过，对啊，齐静，然后我不是跟他说没参加过那个，就不能没参加过 mini live 就不能参加比赛，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能有 mini live， 然后我说因为我不配，云散多风不停，一年哒哒哒哒，没关系，不重要，会有的。
而且我觉得让我参加比赛是对大家的不公平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。没有机会啊，没有机会，已经排完了，已经排满了。对，我听说口袋现在的功能就是你一滑就滑去别人的直播了。所以这是啥？这跟抖音学了吗？那他为啥不能跟抖音学学连麦或者是啥，或者是那种投屏，跟 B 站学那投屏的那种功能，就是吧？好的不学，尽学坏的。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你，怎么好的不学，尽学坏的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当时从房间进来就不会滑。哦，这样子哦。给你们听我当时就是一听让我觉得很难受的歌。你们应该是听过这个歌吧。记忆站午夜街头昏黄灯光，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。对，借一寸三九天里烈烈，夜来飞没有毛笔的。望着茫茫人间自顾凉。你明天上班吗？大家明天上班吗？就去回肠，带着那摇晃烛火飘往远方，借一段往日旋律婉转悠扬，把这不能说的情。怎么进来都喜欢发眼睛呢？被这风吹散的人说他爱的不深。果然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。我爸也是，我爸一直最忙的要死，那个谁也是，小小也是，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。深渊在凝视，我是咋了把你带去深渊了？是我的歌太过悲伤了吗？我不信。哎呀，我胳膊肘，我的天哪，咋成这样了？好吓人啊，好吓人啊。暗指你有深度，被不知道被啥玩意刮烂了。你看那个衣服，给你们听了那个啥的歌，这歌我超喜欢，007的，碧梨给那个007写的。我没肘击谁啊，就是我那个衣服经常爱挂人，不知道经常把我挂的腿也挂的伤，身上也挂的伤，到处都是伤。谁摇摆了？那你应该去看我抖音啊，我抖音还使劲摇摆呢。抖音看智障，我应该好好拍，对，抖音应该好好拍。哎，趁着今天装发灯的拍一个抖音吧。再播十分钟嘛，播到12:30就跟大家说拜拜了。
You were my life,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me. 这不还有十分钟呢吗？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 that I've fallen for a lie? 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. Fool me once, fool me twice. 哎，真的，我真的还挺羡慕那些街头艺人就可以去街上唱歌的人。我真的如果有一天有钱到不需要工作了，我真的就拉一个音响，带着我的话筒去街上唱歌，街唱。我不信，我不相信。而且啊，你我是信的，但是四九姐姐我不信。可以，没有，我可以不要钱，因为真的我到那种地步，就说明我太有钱了，我都不用工作了。我可以尽情的唱歌。真的，我可以尽情的唱歌。没有啊，我是说我就拿我而言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那天真的特生气，就有个不认识的人，他也从来没咋在我房间出现过，他应该就没在我房间出现过。然后他给我发翻牌，没事儿，不要紧，我等一下消个毒，然后粘个创可贴。他也没在我出现过，然后他给我翻牌，他说我点歌太贵了，要99个镑，他说太贵了。然后我在想，因为我不知道嘛，因为就是我也不了解，也不了解市价什么的，就当时99个镑子不是乡亲们帮我定的嘛。然后我今天我就去问了娜姐，娜姐说我一个夜蝶点一首歌呀，然后我就。然后大家都说你点歌好便宜哦，然后我就他为什么要说我，难受，香菇。不过也不是很那个，因为那个人我之前都没见过，他都从来也没在我这出现过。Time to buy. 对，不理他，好好笑啊！你说，他还发一个翻牌，不是你有本事在我房间说，看大家不骂死你。没有。啊，不过有一说一，我觉得这年头大家点歌真的好贵，因为我不是之前前几天啊，你这个事情你不知道，我给你讲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为了让我的直播更有意思呢，然后我就下了血本，大概花了100多人民币去充了抖币，然后去那个。然后去抖音上学习人家女主播都是怎么播的，看人家怎么为什么能那么的受欢迎，那么的这个那个，然后我去学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给人家当了榜一，然后就跟人家私信，就向人家学习。但是后面我觉得，就是那种方式真的不适合我们，
真的，那种方式真的不适合我们。他们真的怎么就还嗯，就搞那个 PK 输了还打屁股，但是怎么就那么多人喜欢他？好，人家使劲给他点赞，我就我屌，哎，唱的真的好难听哦，就有辱我的妈呢。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播的还没我播的好，他播的还没我有意思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学习，就是错误的学习是不行的，正确的学习是可以的。不是有钱，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就是播的好的话，那个不是就更那个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不是，你知道我其实就是那种老正经人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要我要不是来这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也不可能，就是我要不是来这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也不太可能想说要开直播啥的。我真的就是那种死正经人，老正经人，你知道就是，就像，而且我还是那种急性子，就是我超级急，对吧？所以我也想给大家带来更快乐的体验。哈哈，所以我最近在观察他们，观察那些人是他们是怎么播的，然后发现一言难尽。就是不过也是一种努力嘛，就你不管干啥，你都是肯定要把它以做好为最终要求跟标准的嘛，对吧？就要不然就不做，你要做你就把它做好，就哪怕一下子做不好，也要慢慢有提高有进步，你总不能。当当当当当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。你也舍不得。波罗塞东他们那部可以去看。李现永远的神，李现说的都对。四九已经开始敷衍了，对你说的都对。放首歌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你有没有想我？放这首。我现在是苦笑。放首，我特喜欢这首歌，给你们听听。你们俩这个笑死我。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让我唱粤语倒不如让我唱英语呢。粤语的发音对我来说比英语还难呀。吓得我直接黑屏了。那
那我下次不掐人中，我直接给我一锤，我给我打头。真的很好听这首歌。我最初听听只等他睁开门哭，把这首歌放完我们就撤，然后我去拍个抖音。这真的很好听，多得他。希望大家多看看智障了。嗯。好，我等一下，我就先去扎一个创可贴。你认真的吗？你不是关注我抖音了吗？你怎么？你不是关注了吗？你不是关注了吗？我真的，我之前我唱不来这首歌嘛，我想办法把它就唱成普通话。我用普通话唱，但完全就没有粤语的这个意思，因为我觉得粤语真的很好听。李莲唱的真的很绝。抖音叫熏熏喜欢香草味。你会发现非常做作的我，就是就是非常做作的我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我的灵魂做作，嘿嘿。和绿茶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这位朋友 ，human， 拜拜了，兄弟们，我要去拍抖音了。哎，谢谢49送给我的，谢谢49送给我的一个皇冠，谢谢。再见了，我要去拍抖音了。拜拜，晚安，早点睡，早点睡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等等抖音见，哈哈。嗯，好，我现在就拍。